全场比赛结束，瑞士以2-1击败塞尔维亚。下半场，瑞士边锋 Xhabdan Shaqiri 攻进绝杀进球。路透社，瑞士边锋 Xhabdan Shaqiri 攻进绝杀进球。欧新社，第90分钟，瑞士边锋 Xhabdan Shaqiri 单刀杀入禁区破网，助瑞士超前比分。塞尔维亚1-2。瑞士，请继续往下阅读。第84分钟，瑞士中场 Brayle Embolo 禁区内投球交给 Mario Kramarvi， 后者起脚射门，但遭塞尔维亚门将挡下。第82分钟，瑞士 Brayle Embolo 禁区外围尝试远射，但稍微偏离球门。塞尔维亚队长 Kolarov 左与瑞士队长 Lichtsteiner 右。欧新社，第68分钟，塞尔维亚队长 Alexander Kolarov 左路传中，后点的 Alexander Mitrovic 太慢跟上，错失进球良机。第58分钟，瑞士边锋 Xhabdan Shaqiri 起左脚射门，但擦过右上角门柱出界，瑞士中场 Granit Xhaka 庆祝进球。美联社，瑞士庆祝进球。路透社，瑞士中场 Granit Xhaka 远射破门。美联社，第54分钟，瑞士中场 Granit Xhaka 禁区外围远射红门破网。Granit Xhaka 世界波助瑞士追平比分。塞尔维亚1-1瑞士。第52分钟，塞尔维亚开出左路角球，禁区内 Mitrovic 头锤顶偏。上半场，瑞士中场 Granit Xhaka。 欧新社，补时阶段，塞尔维亚中场 Dusan Tadic 尝试一脚远射，但稍微偏高。第44分钟，塞尔维亚开出角球，后点的 Nemanja Matic 没能控制住球，浪费一次射门机会。第42分钟，塞尔维亚中场 Nemanja Matic 左路攻门，遭瑞士门将解围。瑞士中场 D. Imreli 左与塞尔维亚前锋 Mitrovic。 美联社，第30分钟，瑞士中场 Steven Zuber 禁区外围传中， Blurin D. Imreli 起脚射门，但再次偏离球门。第26分钟，瑞士后卫 Ricardo Rodr，瑞士边锋 Xhabdan Shaqiri。 欧新社，第19分钟，塞尔维亚前锋 Alexander Mitrovic 禁区内倒挂金钩射门，但偏高。第14分钟，塞尔维亚右路传中，但前锋 Alexander Mitrovic 顶偏，塞尔维亚庆祝进球。欧新社，第10分钟，瑞士后卫 Ricardo Rodr。 第5分钟，塞尔维亚中场 Dusan Tadic 右路传中，禁区内的前锋米特洛维奇 Alexander Mitrovic 头锤攻门破网。塞尔维亚1-0瑞士， Mitrovic 为塞尔维亚先持得点。欧新社， Mitrovic 为塞尔维亚先持得点。美联社，第4分钟，瑞士中场 Granit Xhaka 尝试一脚远射，稍微偏离球门。塞尔维亚先发阵容，欧新社，瑞士先发阵容。美联社，赛前报道，本场比赛对两队来说都相当重要。塞尔维亚前一战靠住队长科拉洛夫 Alexander Kolarov 在第56分钟的自由球破网助球队最终以1-0赢球，目前以3-7分暂居一组第二，若今天能赢球，将提前晋级16强。而瑞士前一场强势逼平巴西，也获得1分积分，目前暂居第三。瑞士若想赢球，边锋沙奇里 Xhabdan Shaqiri 的表现相当关键。先发阵容，双方先发阵容取自 FIFA 官网。比赛资讯，球场加里宁格勒体育场，天气晴，气温15°C， 湿度 55%。 主裁判 Brike Felix， 德国副裁判 Bosch Mark。